你不是心力计划冲出去，元宇宙的概念股也就全部冲出去了耶！哇，今天真的大家太开心了哈！想了解元宇宙里面还有哪些股票吗？当然，看节目喽。欢迎听众朋友来到股市甜心的节目，我是品化，现场为您邀请到的是华冠投顾分析师刘云熙刘副总刘老师，甜心老师您好，品化好，全国的投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华冠投顾股市甜心妍希老师哦，今天来到了11月16号星期二咯，这个波段呢甜心给大家的新链计划还有元宇宙的概念股持续的发红发紫更发威啦，还包括咯从10月份给您的我们的深达科从股价七字头一路狂奔不回头，狂飙到了185，我的老天儿啊，一个波段短短一个月的时间140个百分点的涨幅啊，给那里还在狂飙还在创新高，我的老天儿，老师你的股票真的是轻点点石成金啊，让大家赚到发疯了啦，恭喜大家。好，那当然股票呢恭喜之外呢还要来聊聊老师今天的盘好像又在震荡了呢。哦对、嗯、今天在震荡、哦嗯、其实大家好、哦、把眼光我常讲来你把它放到大盘上面，我常跟大家分享，我说在股市里面、嗯、眼光长一点，是来前阵子、嗯、来上礼拜嘛我讲了，我说台股走什么 W 底薪，对呀，看清楚哦，有，现在你来看清楚是不是大的 W 底薪，清清楚楚嘛、嗯、啊，最近你可以看到加权这里是八天是走出七根红 K 哦，这一波从16162到今天的高点是1500点超过，哇哇哇哦，1500点超过，很快呢。好，我再来给你看一下，你现在看到震荡了哈，是啊，好，你看一下哦，这个高点，嗯，是不是已经站上9月6号的高点？哎、欸，已经过了，我转给你看了，有，昨天就站上啦，是的，好，嗯、然后呢，也站上来8月初的这个高点，嗯哼，但是 but 哈，还有一个 but， 来，以技术面来看，这里算中期颈线，对不对？嗯哼，这样看清楚哈，有颈线，有的。那我问大家，颈线这里震荡正不正常？哎、欸，进熊哎内，哎、欸，解完了哎、欸。这么快就解完了，颈线的位置一定是要反复的震荡，消化一下卖压，消化一下这两点的卖压、嗯，喝了再上。哎、欸，有这样了解吗？是的，所以我在这里哈要讲哈，股市在走啊、嗯嘿，策略要有。要有，我近期一直跟大家强调，尤其是昨天我讲喽、嗯，接下来的盘势操作难度会变高喽。有啊。嗯、那在这里震荡是给你机会，有给你什么机会？包含我今天讲白莲，我早上在跟一个新的客户讲话、哦，然后他说：“老师讲完了嘛？”他说、嗯：“老师，那我手上之前乱买的股票、嗯、怎么办？”对啊，我说：“啊、怎么也不能说乱买啦，嗯、你一定是看好了你才买嘛，对不对？因为你现在还没有给我，我不了解。但是我现在要告诉你，这个点进来是最好。为什么？刚、嗯、好去处理你之前来一波1500点了。是”你手上的股票每丁每当的、嗯、嘿娜，不然呢就是连解套都还没解套的，对，这里是不是要处理？要啊，一定要处理啦，开始震荡啦、嗯、你有时候强，包含今天强势股也在震荡啦，對對對，所以 你要分清楚你买的股票的位阶嘛、嗯、这里整理刚刚好，为什么？你前面已经少赚了嘛、哦、因为前面1500点你都不相信、嗯、你都不相信，然后乱乱买，然后不、嗯、没有解套，现在还套住，嗯哼，好，那套住这里是不是赶快处理一下再等下一波吗？哎、嗯欸，是哦，所以这里是机会、欸、这里是绝对是机会、嗯、好，那同样的话我现在来讲 OTC 我们今天放在旁边不看了啦，我昨天提醒大家225也快要过了啦，那同样一样225也要快要过了、嗯、那颈线位置你现在看清楚了、嗯、有颈线位置看清楚了，来我再提醒你哦，你现在要懂得什么，有一些股票见好就收嘛、嗯、就像我近期啊，嗯嗯，陆陆续续就是收资金，会员超开心的，是为什么？你有一些股票逢高是不是可以陆陆续续获利入袋啊，对不对？塞金库啊，塞口袋啊，这样子你操作才会有那个节奏、欸、对，你大赚小赚的节奏才会非常清楚、嗯、来哦，你今天一样把那个来自星星的你是拿出来上课，好的，你看到很恐怖的是深达科，真的好猛、欸、你看到你眼睛不敢相信的是深达科看到你老师真的是140个百分点呢、欸，我的妈呀！你绝对不敢相信，妍希从十月讲到现在，对呀，哎，十月现在11月了耶，一个月的时间还在讲深达科、欸，你不敢相信它涨得这么快、哦，真的好猛、啊！可是偏偏它就涨得这么快，偏偏它就是飙出了140个百分点呢、啊。所以我常讲一个重点，在股市里面，嗯，你会怕，嗯，永远
只是你会怕，真的。什么叫你会怕？永远只是你会怕。盘在涨你也怕，哎呦，老师我会不会追高了？是啊。盘在震荡说，哎呦，老师是不是出货了？嗯哼，对，都是完全是你心里的魔，那个心魔很重，千万不要这样。所以有时候我会跟大家强调，吼，相信专业嘛。是的。为什么嘞？来哦，十月这份报告拿出来哦，我就已经告诉你森达科的优点在哪里了，有的，对不对？我告诉你以后，高门斗七嘛，又拿下 SpaceX 的订单嘛，而且沿路告诉你哦，他现在的订单下下叫，为什么？今年到明年底是连续五季的订单全被包走了，五季耶，整个被包走，包到年底呢。我说实在话，是不是我睁开眼睛就是赚钱？对呀，哇，睁开眼睛就是赚钱，躺着睁开眼睛也是赚的，持续赚。你就是找这种什么竞争力强的公司嘛，对不对？他可以拿到 SpaceX 的订单，一定是受到国际的认证嘛，对不对？那我常说找成长公司，找有题材的公司。找大厂会合作的公司，就是这样。所以你看到不敢相信，天哪，天哪，真的好可怕！140%，恭喜大家啦，撸碳撸贼啦！同样拿出星星的你出来上课，一样是这份的标股资料啊。为什么我要跟他命名后来自星星的你？因为都敏俊很帅呀，对呀，真的好帅，千颂伊也好漂亮，哎呀，真的好美哦。你永远不相信你的男朋友是外星人。所以你现在看到，你永远不相信老师森达克怎么这么会飙，同样的道理哦。我在命名之前，我都已经想清楚了，没错。为什么呢？你看到台阳2314，今天一样创高，有没有？它是前一波震荡以后再创高，这是不是趋势？是趋势啊，同样这个道理，没错。那好，再来，你又看到哇，来自星星的你，我一样拿这张，告诉大家，我的手上有的。跟你手上有的是一模模一样样的，而且是白纸黑字的，清楚明白，而且是十月八号就给的，欸，是哦，领先市场给大家的哦。再来深茂，海娜有没有看到？有，一样欸，妍希，你整个月都在讲低温洗膏，有低温洗膏，千万要注意，它不是只用在星链计划，半导体的材料它也要用，是的，元件跟元件之间的连结点就是它，就是一呢，而且它受到半导体大厂的认证，是明年才要出货。听好，我说过我产业够认真，是我现在告诉你，我已经帮你追到他明年的有的订单了，这样了解吗？有，所以再次恭喜大家啦，撸碳撸贼呀啦！所以这个时候我要跟大家强调的时候，我带大家操作的股票，我一定是事先给了，一定的啦，一定是事先讲，都是我讲了一个月了，真的我相信你走过路过。听到听对，看到妍希就叫刘森达，哎，刘森达，刘森茂啦哈，哎，好赚哦。所以这个时候我要讲，哎，你会觉得哈，当时你拿到手上，你会不相信嘛？对，哎，这个时候哇，前面后七十几块钱了，已经都涨了，老师，你带我追高，安内刚西，安内刚丢。我常常在跟投资朋友们讲的一个观念，我说过我的索马影音一定要听，尤其会员通通都有，会员会下去认真的做功课。对的，为什么嘞？你要先了解这个产业在哪个位阶，你才可以讲它是追高。还是低阶，没错，你要分清楚，你的位置才看得清楚。你位阶不是因为股票涨就叫追高，没有这种事哦。我问你啦，底部起涨，刚刚推出去的一个，那叫什么？攻击点，对，攻击量，这个我都有教哦。攻击点、攻击量，你想办法想破头都要挤进去，你懂吗？清楚明白。来哦，森达科来3491，我现在来告诉你，好的。看清楚，我用这个钱。当时候我是不是十月八号给大家？有的，在这个位阶嘛，有的，在这附近，对不对？有，我给大家了。好，是不是慢慢推，慢慢推，涨得好慢哦？对呀，涨得很慢，涨得好慢。妍希有没有看好？有啊，当然持续看好。你来问的，有啊，都有看好啊。好，到了这边，跳出去了，冲出去了，是有没有一字盘？有，看清楚一字盘。一字盘，我讲过重点，我教过大家来量缩，这里是不是一字盘量缩？对的，量缩。直接从开盘锁到收盘，这叫什么？被锁码的股票，被大资金锁定的股票，看清楚，你的股票只要有出现这种形态，吼，来。谢天谢地，拜公骂，感谢公骂，看清楚哦，我现在告诉你，这个就叫谢天谢地的 K 线哦。
谢天谢地拜公妈，感谢公妈。为什么后来有一波？你现在看到是不是一波了？是一个大波段呢，就是这样啊！哇哇哇哇哇，好可怕哦！所以我在做事情，我都是有凭有据。我要大家后把 K 线看清楚，把产业看清楚，看透透。假设你的产业后又是拱门斗气，又是没有人在做的，对，我可不可以买的够低以后嘞？哎呦，不小心又碰到谢天很谢地的 K 线了，哦，我高枕无忧了。真的，我做梦都会笑了。我想赚多少？由你决定嘛。好，你可以看到今天我给的股票这些都是事先给事先讲，除了新链计划里面的股票一直飙以外之前呐，我在稀奇古怪送给大家的元宇宙。元宇宙也冲出去，没错。元宇宙大家看到中光电前面已经冲一波了嘛，有对不对？来哦，稀奇古怪送的产业资料通通拿出来，我相信大家之前都拿到了，不是只有这一支冲出去哦，其他的呢，妍希没空讲。你看全市场啊，全市场，所以大伟老师这么漂亮的股票，老师说没时间讲。我给你，我就是希望你大赚。所以今天我要提醒大家啦，我的股票还是持续飙啦。那这边假设你手上有一些股票是套牢的，1500点了还在套牢，你不捶心肝，我都捶心肝了，我都帮你捶心肝了啦。1500点你都套牢，我问你头会不会很痛？头很痛，睡不着觉。涨了1500点，怎么妍希的股票一直涨，你的股票还在套牢，还在套牢？鸡汤啦，对嘛？所以就是趁这个机会今天已经是最后一天了啦，是的，已经加码到已经不行了，已经挡到快不行了啦。我们今日有重讯，就是这个讯息吗？对，因为很多好朋友们的粉丝朋友非常的踊跃哦，说啊，老师昨天那个灰姑娘12点就给她打卡下班木汤啦，今天可不可以再多开一天啦？对啦，来都收到大家心中最深层的一个渴望，有求必应，今天就破例哦，我们再延长一样是午夜12点吗？12点哦。也是要让助理休息，其实助理很辛苦，大家如果电话忙线来不及后，稍微给助理一点时间，一点时间，真的有耐心一点哈。重点是，来你看那个盘呢，已经从低点到了现在1500点。老师刚刚提到，如果你手上还有被套牢股票，温景佳琪帮你捶心肝。你看，你少赚了这些森达科、森茂这些这么多的好股票，包括了中光电。哇哦！如果你都 miss 掉的好朋友，那么接下来行情你一定要赚，非赚不可。把手上每丁每档的股票，把手上让你呢吃不下饭、睡不着的股票全部换一下，全部挪一下，让甜心来帮助你。趁着我们的来活动持续来做开放，好，一样是午夜12点之前把手续办好，跟上甜心，好，让甜心来帮助你，一样是给你甜甜的价格。最后 final countdown 了，倒数计时的时间，错过不在，你错过了之后。就没有了，只要恢复不是原价，而是被 key 给价格。来，现在即刻来电，把握我们的专案最后的时间，跟上脚步喽！欢迎持续回到股市甜心的节目，亲爱的好朋友，这一波呢，甜心让你赚到了满满的获利，满满的幸福，满满的财富。标股是一档接一档，包括了新年计划也好，或者是元宇宙的股票也好，你观看我们的森达科一个月的时间，就单单一个月的时间，你还在恐慌，你还在等待，你还在摸利息，我手上的股票还在被套牢，怎么办？我们的森达科已经飙出了140个百分点了。你观看我们的经验，你观看我们的中光电，你观看甜心经理给您的股票，凡轩也好，这些的股票都好好赚哦。来，很多的好朋友看到今天的盘震荡，又在担心或害怕。今天老师给你信心，给你方向，没问题啦哈。重点是你跟上了吗？重点是你赚到了吗？今天我们的活动破例在延长哦，所以亲爱的好朋友，想要轻松跟上，想要把握我们的甜甜的价格，把握午夜12点以前，灰姑娘又要再出现了，赶快电话来做拨通，然后错过不再错过就恢复，除了恢复原价之外，还要被比原价还要再 key 给哦。所以现在电话打电话进来，现在来刚刚好，现在来嘟嘟哈，好。好，同样齁，我要强调最后那一句刚刚好，是一样放在大盘。对，我今天要跟你讲一个重点哦，你就知道为什么刚刚好。好，我要告诉你，你要知道骨髓，什么叫骨髓？盘势的精髓。对呀，精髓重点所在。你现在看到台股一样是创这一波的高点嘛？是啊，然后1500点超过了嘛？对不对？好，然后妍希告诉你，在消化前面两个高点的什么卖压？哎，在颈线稍微震一下。对的，我问大家，来哦，你看清楚。好，它动了没？啊，不会呢。看清楚哦，哎，没当哎，1500点没盯没当哦，嘿呐，没盯没当哦，是哦，所以这波是他带的吗 ？No no， 哎哎，再来哦，好，他动了吗？啊，没呢，
看清楚哦，二哥联电还没动哦，大哥二哥还没动哦，还没有，盘已经飙出去咯。哎呀，阿北掉啊！换句话说，是如果大哥二哥动了，哎呀，盘要喷到哪里？无法无天了啦！哎，半导体 IC 设计都要注意，哎、有了解吗？我会帮你点兵点将、嗯。我说过了，类股是轮动轮涨的，这个盘超级漂亮，水当当、啊，轮动轮涨，通通有机会。为什么绕回来？我们出口数据非常的漂亮，赚钱的公司非常的 多。当非常多的时候，绕回来就是什么？类股轮动。哎、欸，赚钱不要客气哈，看清楚哦，大哥二哥还没动哦，还没动哦。我现在只是要告诉你，大哥二哥要动，一定是哎呦，快要过年了嘛，拍拍手。当大哥二哥动的时候，盘要喷到哪里啊？哎呀呀，了解吗？所以我说现在是不是整理持股的时间？你这样看就知道。所以现在来刚刚好，非常好。所以我解盘清清楚楚，不会给你模棱两可，这个很重要。是的，很重要，不然你方向做错，你头很晕啊，真的。头就疼呢，头很晕呐、啊。好，就这样来哦。这时候我说了，你已经知道，哎、欸，不知道持股该不该留，该不该走、嗯，你再问妍希为什么这么多人。我常讲我深耕产业嘛，为什么这么多人会来找我？近期我说实在，很多好朋友来找我，我很开心，因为他们也是，哎、欸，通常都是看了妍希的节目一段时间嘛。好，一段时间以后，哎、欸，我发觉妍希你的股票很奇怪，是你选的股票很奇怪哦。为什么呢？就光拿哎呦，元宇宙啊，来自星星的你最近哎呦，上礼拜啊，元宇宙稀奇古怪是不是都给大家？有啊，你选的股票很奇怪，明明后涨了一波，怎么还有一波？一波还比一波高，好猛哦！为什么呢？来，今天看一下亚欣是不是冲出去拿出来啊？有来拿的，大家都通通拿出来，会员都知道啊。6139今天又冲3169，对呀，亚欣啊，对，哎，亚欣。好猛哦、今年初我就做了、有我当时讲哦，联发科爱做联发科的没有关系，可是你可以选更好有更好的选择。来，为什么呢？比较便宜找亚信，比较有钱的找金星科。金星科我说过哦，所以年初那一波亚信是一个月260个百分点，哇哦！绕回来，妍希说过，我帮你选股都是以成长面、产业的成长面出发的。是的，我教过大家在成长期产品，尤其是新产品研发完刚刚要上。是推出来的那一下，哎呦，全市场的人眼睛是为之一亮。就像当初我问你，苹果推出来，你有看过这种手机吗？没有，全市场爆炸，哎，真的为之一亮，哎，对，是不是开始后大家都要抢着买？当然啦，出货成长期，这叫什么爆发成长期？营收堆叠最近快，最快就是这个期。那我问你，心念计划现在是不是这样？哎，对，元宇宙是不是这样？当然是啦。所以妍希。就是长线的眼光帮你照顾好你啊，我长线保护你，中线保护你，短线技术面的震荡啊，所以为什么一波还有一波？对呀，就是这个一山还有一山高，就是这样啊。我说实在，它涨到哪里我不知道，我只是教大家成长股，我不会预设立场，所以你看，如果看我够久的好朋友都知道，我爱普。一波是11倍，好可怕呢！全市场都知道艾普就是我叫的，有我当时在叫艾普，每个人都笑我。哎呦，那个是历经后董事长的股票，你确定吗？老师，那个艾普后都没探紧。今年后现在大家都说历经董事长好强了，为什么一张眼一天还2亿？全世界最会还钱的男人就是他。但是呢，艾普50块的时候，我叫你买，你不理我啊。但是呢，现在呢，冲出去，大家都说好啊，艾普老师，你再带我做艾普，股价回不去了呐哈！我们当时是五字头啊，二位数的五字头啊，一波11倍呢。就因为我有挑成长股的眼光，你看到哎，去年的敦泰，好可怕呢！敦泰演戏，大家后全市场都150才在讲敦泰，你50块就叫我做了，是啊，哇，你看看4.8倍，好可怕！我慢慢涨啊，我前面就是慢慢涨啊，我有孤独的勇气，我慢慢涨，我不喜欢追高杀低啊，我不想要理说。什么股票冲出去我就去买，我不想啊，所以我蹲他哎干嘛死爆火爆啊？死爆赚最多啦，我哪被死爆火爆赚最多？就赚最猛啦！对啊，所以我说你要波段股，我给你波段股；你要价差股，我也给你价差股，我帮你量身定做操作，这是我一直以来的初衷嘛。所以我常说，当你没方向，我一定给你方向。为什么要这样讲？全市场也只有。10月5号，我叫你底部进场啊！没错，底部进场怎么这么恐怖？底部进场到今天已经1500点超过了。是啊，当你还在怀疑、让你还在等待的时候，老师已经请你买好买满了。你光看近期的绩效好了啦，智元底部进场最快是谁？智元先冲出去嘛？是啊，哇，森达科怎么飙到今天还在飙？哎呦，140个百分点了！天哪，美骑马哇，台澎金马，你做电动车电池好会做，也好好赚哦，也将近。
倍数翻了耶！哇，怎么经验还创高？哦、有的，台澎金马真的强的那个金，今天还创高。哎、欸，对哦，没错，一样九十个百分点啦。所以我就说，我就是用成长的眼光帮你选股票嘛。哎、嗯、呦，近期呢，来哦，你有没有看到？除了星链计划，来元宇宙，元宇宙把谁拖出来？中光电，中光电，今天一样拿出来。元宇宙里面的亚星也飙出去啊，预创也飙出去啊。杰西，你真的没空讲，没有关系，老师真的没空讲，会员通通都知道就好。你看这么低调的老师哪里涨哈？股票这么飙，哎、欸，里面的股票，哎、欸，刚刚老师提到了，豫创今天还飙涨停呢、欸，对啊，亚信今天还锁涨停了，我的妈呀，没时间讲。不好意思，反正我都先照顾他们了。有有有，标股都先给大家了，这样都赚得到就比较重要。一定有的啦！你看这么佛系的老师哪里找？所以，亲老朋友，接下来的行情不容小觑哦。现在来刚刚好，多多后，那再加上现在来，为什么一定要现在来？因为现在来还是甜甜的价格，我们活动持续。再开放哦，持续来再延长给大家，请您务必一定要排除万难，电话直接来做拨通喽。广喜留给您打电话了。节目最后呢，再次感谢甜心老师来到节目当中，谢谢品话，幸运甜心在华冠，荣华富贵跟着来。妍希祝全国的好朋友们操作顺利哦。YT 频道的好朋友，明天见喽，拜拜。本公司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效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本节目资料仅提供参考，投资人独立判断、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华冠投顾104年金管投顾新字第009号。